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说到今年娱乐圈炙手可热的流量小生，王鹤棣肯定榜上有名。他凭借着《苍兰诀》中的东方青苍一角，迅速火遍了全网。下面就来看看他的才艺展。作为《流星花园》的男主角道明寺，王鹤棣献唱插曲《想都不用想》，霸气浪漫告白，表明了道明寺的敢爱敢恨的态度。他对于爱情一往直前不服输的性格，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喜爱。好失望。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那你呢？会不会也在担心我？歌曲想一想到快疯了是电视剧《流星花园》的插曲，温柔慢歌中二人的演绎都分外深情，瞬间就将现场观众拉进浪漫氛围里。王鹤棣结尾一句我想你想到快疯了，那你呢？人爱我却再也无法感动，想念你专注看我，像是要看穿什么，在你身边不顾一切，我只是我。想念你最在乎我，最伤你最痛是我，失去你以后我才敢承认我一无所有。在全新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节目中，王鹤棣带来全新演绎的歌曲《告白气球》。王鹤棣身着紫色西装，造型十分抢眼，紫色西装外套搭配炫彩衬衫，干净清爽，不失个性。整首歌音准再现，轻松飙起高音，成功征服在场观众，让人意犹未尽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